系咯，黄色嗰个我啦，系咯，啱啱攞咗黄色嗰个啦。唉，好啊，今次录音啊，应该后面有大量嘅杂音，老豆老母喺度就系咁啊。我希望佢哋唔会讲埋啲奇怪嘢。如果唔系，我就要咧特登咧开 Apps 去剪音嘅话咧，咁跟住呢段片咧有排烦。唉，猎曲比赛每周比赛139。好，TDYS if and only if, if and only if STTT。OK， last string x dash x dy and x dy， GCD 咗佢哋兩個個 length， 跟住如果出嗰件嘢係中嘅話就中，唔中嘅話一世都唔中，係咪咧？感覺係咁。佢個名叫 GCD of J， Substring 我腦裡面完全想不到有 contact sample， 一路做一路喺度諗緊有冇 contact sample， 腦裡面諗極都諗唔到。
佢冇阿 Zoom 到兩個字係咩？但係如無意外，我而家呢個答案應該係安全嘅。OK。佢有冇講到話 one or more times start？ OK， 呢個好重要。OK。搞掂，好，下一個。跟住 medium matrix consisting， 咦，今次可能有蝦喎。冇錯 ，OK。Matrix consisting 零同一 ，V matrix any number of column in the array and fit and fit cell in that column。Fitting a cell change the value 零 to 一 every cell in that column。Whoa. Maximum number of row that have all value equal after some number of it。個 array size 係330×300， width 同 height 應該佢應該唔係 square 嘅咁樣嘅。column，fifty column。令到個 row 相同，我睇下啲 sample 先，零一。Maximum number of row that has all value equal。欸，等先，黐線。Maximum number of row that have all value equal after some number of fit。咩問題嚟㗎？等先，佢乜次 fit 係 fit？OK。
0110就可以变成咩嘅？我以为就咁睇下佢有几多个 equal 啫，等先啊。0111嘅话，点 fit 都冇用啦。0110。哦 ，all value equal 系讲紧00同埋11都系 all value equal。咁得啦，我知呢条点解，我真系知道呢条点解。要睇下 vector 有冇 hash value 先。好似有，点解？我成日都想去 Java API 度，成日都跳去呢啲咁嘅 website 度，真系好鬼烦。OK， OK， 而家問題點樣令到個 vector？ Hash map。Hash map， 跟住 vector 嘅話就OK 得，係冇錯。我希望呢個啱，跟住就係、
買咁樣放啊，穿越嗰啲喎。OK， 沙士第一。位喺個葉位都唔知邊度，嗰度放。即係其實咧，就等人哋刮沙啊，刮嗰啲出咗嚟，呢啲嘅湯。刮沙。Wetter to count for我叫做 value set 嘅嘢，十 cannot find symbol vector integer to vector intv。
嘿？base 負二咩嚟噶？哇！屌，進位嘅話會令到樓上嗰個會多咗負一，咩玩法嚟啊？黐線，邊個諗噶？件事係，如果一個位係唔會累積兩個負，唔會累積一個負二。如果一嘅話，就會出二；二嘅話，樓上就會出一個負一。咁如果樓上本身係二嘅話，就會食到佢。而家成件事係加埋嗰陣時嘅話咧，佢係會出到二一零。加埋進位嘅話咧，佢會成為一個負一。如果係負，如果佢去到最後想樓上係變成一個負一嘅話，佢就要想樓上嗰度偷一個。偷一個嘅意思，負一嘅話，樓上會變成正一一。佢一系會加一個上樓上，一系整一個負一上樓上。OK，得。
勞力定是看聽一同人，勞力定是勞力定是water。
搞乜鬼？OK， 佢哋減完之後嗰、那個數，我 suppose 成列佢四，邊有可能四個字啊？五個字。如果頭先用嗰個寫錯個方法嘅話，係啦，冇錯，所以應該係呢個五四三一 ，OK。都有三的，輸咗，少咗幾分鐘，唔緊要。OK， matrix target， matrix and target， return the number of long MP。sum of two target。OK， 哇！呢一條大喎，呢一條問題個 matrix 三百。做一個 accumulate 嘅話，就係one square。如果跟住全部試齊曬嘅話 ，one 四次方。係 one 四次方。咁所以就。其實這一條之前應該做過
不過我就唔記得咗個頭。仲有多少時間？53分鐘。雙行 Divine 方款，我記得好像是唉死片面嚟咁加上去，好嘅，睇睇啲睇條問題有冇咩嘢睇先。Number of LMP, sale of all cell, set of all cell。交通津貼嗰啲嘅，有啊，定期有得嘅，攞唔攞到啊？攞到，我攞到。如果未攞咧，佢依家可以有得補攞。但我知道，但我已經攞曬啦。攞曬啦，即係有冇200蚊？冇，每個月冇200蚊。即係10-20蚊。60蚊定唔知20蚊到啦，冇咩印象。
唉，真係大鑊。又可以幫我 build up 一個 2D table 呢樣嘢咁啊！OK。Define 框框，跟住再將佢哋由上至下嗰個 value 再做 sorting。我而家當我而家個 1D array， 我當我有個 1D array， 我要令我要 get 到一串 array 係嗰個sum係嗰個 target 嘅喎，個方法，因為佢而家係有 negative。define 框框，向左邊散，向右邊散。我轉我都未上完，喺上面行嘅。縮咗。我扭咗啦，咁樣。
喂 ，Hello。买两个长杯啊。喂，老婆出咗门啊？呢兩個減個個，再加翻個個。
加送去做啲乜嘢？
啊屌！喂，只貓屎做乜事？我靠，个人开始晕，个人开始晕，个人开始晕。死啦！呢度有個問題。嗰、那個算揀去啦。
故事就是这样，好心。Thank you.
B2C。好多好多位要 debug 呢个。怪聲好高峰。我是不是六吗？
OK， 跟住就係、是、啊，一即係零一人啦，係喎，一三嘅話。
我都不看住了。死啦！咁做法會 double count 喎，唉！哎 ，double cancel，double cancel。4分鐘唔夠時間，唉。跟住呢度，如果係有四個，佢都點四個？如果呢度係有，掂啦掂啦掂啦掂！
一百三十二，应该有机会跌嘅，要睇，因为我呢个有个北，咁就会加三分钟。喂，休息等先。系啦，阵间会再翻嚟。好。好啦，啱啱翻返嚟，而家时间系12:15。咁就回顾翻今日嗰啲题目。咁第一条咧 ，common greatest common divider of string 咁。呢条咧就佢嗰个难度系 easy 啦，不过我自己都谂咗一阵，因为我自己我解一解摊题题目先啦。佢例如啦，佢有兩條 string 啦，喺呢個 example 咁樣，佢就 A B C A B C A B C 咁。咁佢又 define 咗一件事，咁佢就係話一個叫做 divider 嘅 divisor 嘅概念，即係話如果佢係有一段 string， 有一句 substring， 咁佢咧能夠咧 multiple times 咧變成咗佢嗰段 string 嘅話咧，咁佢就係一個 divisor， 咁佢就唔係一個 common divisor 嘅問題。佢呢一條個答案就幾 obvious， 但係就要諗一段，要諗我自己諗咗一段時間有冇 contact example。佢呢條佢就係好簡單啫，你只要將兩段 string 個答案咧就係將兩段 string 你揾佢哋嘅 length 嘅 common divisor， 然後再去攞是但一邊最左邊嘅嗰個 common divisor 嗰個 length 度，即係例如 A B， 即係例如呢個 string 係、那個 length 係六嘅，咁右邊個 string 係三，咁然後 common divisor 六同三係三咁樣，然後你就是但一邊攞頭嗰三個出嚟嚇，咁啊跟住再睇下咧呢個嘢咧係咪佢哋嘅 common divisor， 係咪兩個 string 嘅 common divisor 就係嘅嚇。咁啊呢、這個方法我之前喺度諗緊，會唔會話有一啲情況，即係呢個係一個 longest 嘅一個情況啦。呢個係一個 longest 情況。咁但係如果萬一呢個唔中嘅話，我自己諗緊一個問題就係話如果當呢個唔中嗰陣時候，會唔會有一啲細啲嘅 string 會中呢個 common divisor 咧咁樣？咁啊諗咗好耐，咁啊但係就諗唔到有任何 counter example。即係諗唔到有任何 example 係話，當呢一個唔係 string 嗰陣時，點樣將一個短啲嘅 string 可以fulfill 到件事，就似乎冇嗰個 string 喺度。咁所以其實答案就係你一係咧呢個係中，一係咧就 empty string。OK， 個答案就係咁啦。OK， 1072呢一條問題咧，佢就係話俾一個 matrix 你，跟住就fit 一啲 role。跟住就睇下佢裏面究竟有邊啲係存當佢 fit 完唔係 sorry fit 一啲 column， 咁然後佢就可能會有一啲 column 係存一，有啲 column 係存零，跟住就翻嗰、那個最多存一或者存零嘅數量嚇。咁啊呢一條就其實係一個好普通嘅 set equal 問題。其實就係咁嘅，或者咁講啦OK 呢度，例如佢係佢例如第一條啦，零一啦，一一啦咁樣，咁依兩個就唔 equal 嘅，咁所以就基本上就 return 就一，因為自己等於自己啦，咁所以最多嘅一。好啦，咁問題係下一個啦，零一同埋一零啦，依兩個依個 case OK， 咁問題係點解依兩個嘢係相同咧？咁因為咧零一咧可以咧 flip 做一零。或者一零咧就 flip 做零一咁樣咯 ，OK。咁啊喺呢個情況下，我可能會選擇淨係出啲零字頭嘅先啦。咁即係話零一變做一零變做零一，零一變做零一咁樣啦。咁喺度算下咧，咁我就會有兩個零一咧。咁所以咧個答案就係二啦。
OK， 咁方法係上面呢、這、一個，方法上面 OK， 咁上面嗰個咧就可能係有一個零一啦，咁可能咧咁一一咧一 flip 咗，因為一一係一字頭，咁就所以 flip 咗佢啦。咁仲有一個零零咧，咁所以咧答案咧就係一個，因為而家最多得一個。咁然後下再下一個 sample 係零零零啊、零零一啊、一一零啊咁樣樣。咁啊一一零咧可以 flip 做零零一嘅，咁所以去到最後咧就有一個零零零啦，同埋兩個零零一。OK， 咁所以咧答案咧就係二啦，咁樣。咁啊故事就係咁，即係其實只要將所有嘅array 將佢每一個 row flip 做第一個數就係零先，然後再睇下邊一有幾多個 row 係相同，咁啊睇下最多相同嗰個 combination， 咁然後勾翻嗰個 number 就係嘅。咁啊故事就係咁。不過我喺 context 嗰個榜嗰度咧，我見到咧唔少人最尾嗰條都係做呢一條。我睇睇先。我頭先都見到有啲人咧。最尾嗰條係做一條，係啦，即係例如呢一個咁樣啦。咁佢哇，點解一次過三四個 submit 曬嘅？做 cheating 嘅佢出貓嘅，呢個唔正常喎。佢係咪係咯？好唔正常喎呢條友。OK， 跟住啊，例如呢一個啦，呢一個揀佢嚟做最尾一條，好明顯地呢一條好似係瀏覽咗唔少人嘅 feel 到係。即係例如呢一個啦，又好似亦都最尾有條揀佢啦，瀏覽咗唔少人。哇！呢啲係咪又係 cheating 嚟㗎？四個數字一樣。OK，anyway， 咁啊好啦，咁然後第三條，OK， 一個好奇怪嘅進位問題，每進一個位都會變 negative 咁樣樣，即係話第一個位係一，第二個位係負二，第三個位係四，第四個位係負八咁樣樣上。OK。呢度裡面嘅話，我頭先就錯咗一次。OK， 咁佢裡面咧進位嗰個方法咧，或者咁講啦，通常咧佢咧一，首先講加法先啦。佢通常咧啲數字一係一同零嘅啫，就唔會有二同三。OK， 咁啊零啊一啊咁樣啦。OK， 咁樣又或者係加，我攞第一個嚟做 sample 啦嚇，咁樣樣即係例如。1111 OK， 再加呢個101咁樣啦 ，OK， 咁然後佢就會變成11212啦 ，OK， 咁樣樣喺一個咁嘅 sample 裡面，咁1212咧，咁樣咧呢樣嘢咧就有一個進位方法，就係話如果係二嘅話咧，就會變成負一同埋零啦 ，OK， 咁樣樣，咁如果咁嘅話11212咧就會變咗做一。逗號，或者我由最右邊嗰邊開始做嘅，一二一二咧就會變咗做一一，一一二，跟住因為左邊係負一啦，咁係零啦，咁二變零啦，咁樣 ，OK， 咁再進一個位就係一啦，咁然後或者咁講，應該呢個一減一，咁大家會睇得容易啲，咁啊變成咗一一二零一啦 ，OK。咁啊，然後sorry， 1200啊，咁然後跟住再下一個嘅，咁個二進數係做減一啦，咁啊000啦 ，OK， 咁就會變成做1100啦 ，OK， 咁樣 ，OK， 呢度有一個 case 咁樣，咁仲有一個 case 嘅，就係話我頭先都係諗緊，如果有方法，如果佢本身個數量加埋，或者進咗上去嗰陣時候會 gen 咗個負一出嚟。因為佢向上跳啊，會出負一啦嘛，咁點咧咁樣？即係例如零負一咁樣樣，咁零負一咧，佢咧個跳法咧就係呢邊係會左邊係會加二，唔係加一係零加一 ，OK， 咁右邊呢個咧就會加二，即係變負一加二啦，咁就會變成一。同埋一啦 ，OK， 即系零负一就变成一一啦 ，OK。咁我当初就净系谂到两个进位，一个就系负一嘅情况啦，另一个就系二嘅情况啦。二嘅情况嘅话咧，就会进一个负一上去啦。OK， 咁可能要跟翻楼下嗰个咧，佢咧就会变咗做
一一一一零啊 ，OK。如果再跟翻下面呢個做法 ，OK。咁我當初就淨係諗咗呢兩個 case 啊。咁但係咧 ，number four 咧原來仲有一個 case， 原來咧係可以有個三走出嚟嘅 ，OK。嚇，即係咧，因為咧呢度咧有個加一喺度嘛。咁但係本身條心可以呢度進咗個加一上去，但係咧呢度咧就有個心係二咁樣。即心可以是二嘅，咁啊計埋原本嗰個心，再加埋本身上面進位，佢可以走個三出嚟。咁要走個三出嚟咧，咁其實咧佢就應該係要變成呢、這個，我睇睇先啊，負一同埋三減二，係啦係啦咁樣咯，咁即係變成咗負一。一啦咁樣 ，OK， 咁樣多一多啦 ，OK。咁我頭先就睇漏咗個 case， 咁所以我自己就呢一條輸咗 ，OK。咁所以就輸，所以就跌咗五分鐘出嚟。最尾呢一條就係話要揾，即係喺一個 2D array 裡面揾一個10 array， 跟住10 2D array， 然後就令到佢嗰個10 2D array 嗰個 sum up 係等於佢 target 嗰個數。其實呢一條係一個好出名嘅一條問題，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問題。不過嗰當時嗰一刻咧，我自己我當時嗰一刻我係知道呢一條問題問攞做過嘅，但係做嗰陣時嗰一刻，我自己記唔翻究竟呢一條點樣做，咁所以都花咗好多時間去諗，同埋呢一條本身都難曲嘅 ，OK， 我自己曲咗都好多好多次奶大鑊嘢，中咗好多筆之後先至出咗，先知道個答案。咁講一講個做法先啦 ，OK， 咁首先咧要做一個 2D accumulator 嘅一個 matrix， 即係用翻去用 matrix 再 join 一個 accumulator， 即係例如佢本身佢嗰個睇住零一零啦，一啦 ，OK， 跟住就零啦一啦零啦咁樣。咁我要做一個另一個 matrix 係用嚟即係嚟等於佢翻。佢吐翻左上角嗰個心物，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即係例如OK， 首先即係呢個會變成一個四乘四嘅 array 嘅 ，OK， 佢每一邊 column 都會加一嘅 ，OK， 咁啊，例如咁樣啦，咁跟住例如而家左上角係零啦咁樣，咁啊好啦，然後如果我係喺一乘二情況下，佢呢度 total 係一咁樣。咁然後呢度咧，咁樣呢度加埋咧，呢度咧就係等於三個咧得一啦咁樣。咁啊，然後填翻一落去 ，OK。然後跟住而家填呢一個嗰陣時咧，我就要考慮喺呢個零同一啦，零同一啦呢個嘢啦，咁即係一啦加埋。好啦，咁跟住呢一度咧就係零加一加一加一，咁即係呢度有三啦。咁然後呢度咧就夾埋呢度咁樣，呢度一格咁跟住呢度係有四個喺度 ，OK。咁然後再下面呢個啦，咁啊呢度零，咁點呢度一個打直咁一個 column 嘅，呢度又得一個人喺度。咁然後呢度就橫二直三嘅話，咁呢度有個四喺度。咁跟住如此類推，咁呢度填個五喺度。OK， 咁填完呢個 accumulator array， 咁點解呢條填呢個 accumulator array 咧？咁佢咧就當你咧整咗你整咗個 array 咧，佢本身個時間咧係roll成。column， 咁但係當你整咗呢個 array 之後咧，你之後你再計任何呢一度一個rectangle 嘅一個 sum up 咧，你都可以用翻呢一個表咧去 O 一解 O 高 O 一做入呢度裡面任何一個 rectangle 嘅 sum up， 係啦，呢度一件事 ，OK， 咁呢度咧就係一個做法 ，OK， 咁跟住咧，然後咧下一個問題就係話點樣樣喺用呢個 table 裡面揾翻嗰個target 咧 ，OK， 咁當然啦，其中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係好鳩咁樣樣去，係由翻呢個表裡面 O 一咁樣樣，每一個 rectangle O 一咁樣樣去揾啦。咁但係喺呢度裡面都涉及咗，如果係用咁嘅方法嚟講，涉及咗row 乘 row 再乘 column 乘 column， 即係 row square 乘 column square 嘅一個 run time， 咁係一定爆嘅喺呢度裡面，因為佢本身嗰個 size 係三大，至少要將其中一個，即係我頭先啊 row row column column， 你至少要將其中一個 factor 咧變成 log 咧，你先至可以 pass 到呢一條問題。咁所以就嗰個解法就係咧 ，OK。咁首先咧呢度裡面我
我頭先所講啦，咁有好多 role 嘅 combination 啦 ，OK， 咁呢度裡面有十個 combination 啦嚇，咪十個咧？唔係十個，係十個 combination。OK， 十個三四三二，係啦，呢度有十個 combination 啦，十個 combination。咁我例如我忽然我想計依兩個 role， 你依兩個 role 啦。咁其實所謂嘅計依兩個 role 嘅意思，即係要計呢個 role， 即係如果要計呢個 role 嘅 sum up 咁樣啦 ，OK， 要計呢個 role 裡面有幾多依兩個呢一個十 array 裡面究竟有幾多個 portion 嘅話，咁我首先喺呢一度裡面由翻呢一度去 get 翻啦，咁即係話將呢一個減呢一個啦，咁得到01104啦 ，OK， 啊咁01134就等於呢一條 role。零是乜都冇啦嚇，咁啊一啦嚇，三即係呢度咁加埋啦，四即係呢個位咁加埋啦，零一三四啦。咁 get 到呢個零一三四之後，然後我再要睇下冇方法話喺呢度裡面揾到兩個數減埋係會等於佢嗰、那個target 嗰個數。咁但係實際上呢度係冇嘅 ，OK 嚇。咁因為你一減零啊、三減零啊、四減零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個數，咪全部都係得一個數嘅啫咁樣。咁啊，咪全部都係零咁樣。咁但係我知道照計啦咁樣。咁啊，計嘅方法就係用 debug conquer。咁即係話我首先計咗呢一邊有冇嗰個數，跟住再計呢一邊做唔做到，然後跟住咧再以呢個中心，咁向左邊 spam， 右邊 spam 咁樣。咁就向左邊 spam 嘅話咧，咁我係得到一 to 零啦。咁右邊嘅話，咁就係呢度個 mid。到是会得到一个一啦咁样 ，OK， 咁啊，跟住再睇下呢度咁样向左向右，咁睇下边一咁，然后睇下呢度里面边度有 combination 加埋系等于零嘅，咁啊成件事就 OK 噶啦，咁大约就系咁样咯，吓，咁啊系呢度里面讲系讲咗几复杂嘅1074呢一个 ，OK。都有排講，但係佢係一個好 typical 嘅一個 program 嘅問題。OK， 咁就係咁啦。咁今次嗰個名次134，三千幾個人。咁啊，頭先好搞笑，頭先咧唔知咪不斷不咁 F 五嗰陣時咧，那個 ranking 不斷跳。頭先試過上1127，但係而家又跌翻134，唔知咩事。咁啊，錯一題就唔見咗五分鐘啦。睇翻咧，佢呢度裏面啲分鐘數咧，其實就我距離100名咧個數字其實爭12分鐘嚇，即係話其實你冇嘢嘅，去到肯定去到後期，肯定越嚟越多人 submit 噶啦呢樣嘢，係啊，但係就入200名，不過200名好似已經係三條。喺200名嘅，你答到三條就已經係200名啊咩？咁啊，最尾嗰條其實今次我唔會話佢難，因為其實頭嗰三條係 obvious 啦，頭嗰三條係我覺得我覺得容易做。你見到我差唔多30分鐘之內，嘣嘣嘣就已經搞掂咗啲三條，你就知道頭嗰三題唔係難。是唯獨是最尾嗰一條咧，最尾嗰條就好得意。如果你係本身你自己有一個 algo bank， 即係你自己有一個 algo 房嘅 bank 喺度，你甚至乎有一堆曲本身現成就已經煮齊曬啦，嚇。咁啊，跟住你喺今次呢個嘢裡面，你咁好彩你就係遇到你手上面啱啱真係有嗰堆曲，跟住你抄得翻嗰堆曲，俾人俾只嘢扮落去咧。咁、那個故事即刻完嘅，係啊，咁啊好快啫。咁啊情況就係咁樣啦嚇，都係真係唔知道點解啲人可以咧同一時間砰四題咁喺度。其實我係咪應該試下琴拼下佢哋？我覺得我應該可以琴拼下佢哋。呢啲咁嘅人真係，即係好似呢啲咁大佬點啊？中國籍啊，
真係，講俾人知都醜死怪啦！真係呢啲咁嘅，仲有冇啊？仲有冇？唉，好啦 ，anyway 啦，咁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咁啊，多謝各位收睇，下次再見。啊，唔係喎，下個禮拜日好似有呢個 Pokemon Go 嘅呢個活動日，咁所以下個禮拜日我都未必會出嚟，我要睇一睇翻有冇 Pokemon Go 先。如果有 Pokemon Go 嗰啲嘢嘅話，可能會再做多一次 Virtual Contest。好啦，故事就咁啦，拜拜。